一法门无量义，即令菩萨成菩提，自本来尽最真谛，万物性相本空寂。知因众生须忘记，六趣轮回苦难离，佛陀宣说第一义，不令一切复义。说法慈悲明不虚，诸众菩萨应修行，一文能持一切法，令诸众生得大益。
声语，种种说法方便利，开权先是因根基，信佛众生无差异。转法轮思